现在小朋友懂吗？懂，你老了。那其实呢，再讲显摆一点啊，就是龙飞翔的样子，听起来很猛，对吧？不知道有没有人的名字会用这个字哈？有，还真有。写名字会写到死掉的。有，他的父母真的是很蠢。啊！哎，那什么？那什么？我这个出来打你，打死你！我现在好像人格分裂。好，这个别人的名字我们先不谈论他，我们之后再来介绍。你以为全世界比划这个字就是他吗？错，本啊，去查的时候呢，意外看到有很多更加奇形怪状、扑朔迷离、匪夷所思的汉字出现了。在那些汉字面前呢，这个他呢可以说是非常的 low， 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做真本事。来，阿才看看。首先登场的就是高达56画的这个字。你告诉我这个字到底要怎么念？我在这个字当中好像看到了有很多。